一開始我入市的時候都是牛市嚟㗎，即係基本上你買乜都贏，你會覺得自己哇女股神就是我，即係你會覺得哇原來揾錢咁容易㗎。但是一到一個少少嘅 policy 嘅問題啦，各樣嘢啦，你即刻就發現死啦，全部跌，跟住你要經歷咗呢啲嘢，你先識得去敬畏嗰個市場咯。